这版我们看到丁宁在有意当中啊，透着这个无意识的，实际上这个球啊志在必得，一定能够打出这么绝妙的一个落点。漂亮，注意机会球，还有再扣发力，漂亮。机会下手的时候啊，就一定要选择好落点，否则对方有可能就是防住这个球。开局啊，加强了自己的上旋球的凶狠性。连续拉直线，我们看到丁宁连续的调动注意力，然后最后一板还有一关直拍打，特别是跟熟人的对方就是心理对你进行一些常态，对你的一些致命的弱点，还要发力强。漂亮，再来！你发球，发球抢空这一板，他不给你机会。这个近在马龙上。
开微信扫一扫，关注乒乓网微信公众号吧。扫描左侧二维码，关注乒乓网，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、乒乓球技术文章、乒乓网最新活动。还在犹豫什么呢？赶紧关注吧。